也当然要有糖啊。好哦。嗨，大家晚安。那我们等一下吧，等一下 Facebook 开播。今天没有做图卡，很懒。等一下，嘿，等下就开始了。倒数一分钟。欸，为什么他有如此战绩的卡和那个图啊？好酷哦！对啊，这也是微软的滑鼠，呜呼！这只还蛮好用的，而且这个旁边这个是那个，就是可以滑，你就可以切换页面。不过这只是旧的啦，有出新的。刚已经有问说为什么是最后一下，是不是 ？Service Pro 可恶，想买。大家有问为什么是最后一下，待会就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是最后一下。哎，我真觉得我等下会哭。嘎，我好害怕今天我礼拜四哦，不然礼拜四台风来，我就不用，就不用那个了。谢谢。嗨 ，Rich 啊，哎 ，Rich 竟然出现了，你竟然出现了，你是知道你是有感应到什么吗？你是有感应到什么？今天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为什么今天就出现了？哎哎 ，Facebook 也开始了，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这个摆这边好了。要不会动到。好了，那我们来一个正式的 opening， 来一个跳接。欸，等一下，我先那个手机关下静音，不然你知道南港彭于晏啊，最近片约很多，邀约很多啊。大家看我拍完《悟空》之后，都想找我去拍电影，我应接不暇，很麻烦。等一下一直想就很麻烦。我关一下手机，等我一下。喝可乐会胖哦，还要一上来就业配，哈哈哈。好，我今天也有可爱的小抱枕。啊，我好害怕今天哦。好啦，各位线上的观众晚安，欢迎收看 Xbox 台湾箱台 Xbox 开箱玩，我是阿布。那今天呢，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做 Don't Knock Twice， 叫做不要敲两次门，所以就敲三次吧。好吧，那这是一款恐怖游戏哦，第一人称的恐怖游戏。它是如果你之前有玩过金惠元送的一款游戏叫做《层层恐惧》的话，那你一定知道这款游戏，因为这是同一个制作群制作的。那以及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因为一直有人问有没有中文版，有没有中文版？小抱枕遮肚子，有没有中文版？那这款游戏的话，其实里面有简中的字幕，所以是简体中文的，你可以。就是比较容易懂啊，虽然没有繁体中文，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不过有简中，可以让你更容易了解游戏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哦。那游戏故事主要是在讲一个妈妈跟她的女儿，就是她老了之后，或是女儿长大之后，她才把女儿接回来。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没有什么母子的感情的，而且女儿又一直很气妈妈，又觉得说是你把我抛弃了，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形同陌路的母女。但是女儿突然好像就消失啊，什么之类的。他妈妈就必须在这个大庄园当中寻找女儿的踪迹，好吧？然后过程呢，就遇到非常多可怕跟刺激的事情。恐怖游戏比起来，真的，我比较恐怖。你比较关心大众耳吗？看我崩溃最速要恐怖的。好，不过今天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今天我们会抽奖，还有令安安。今天我们会抽奖哦，今天会抽奖。会抽四个奖品，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怀念以前有累积点数的时候有喇布好大包这个奖品。那我们喇布好大包呢，终于要重出江湖了，呜，觉得开心。那今天会送四个玩家，今天会送给四个玩家，所以请赶快哦，电视会不会太大声？帮我切小一点点好了。
电视有点大声哎，等下我去关一下电视，有点太大声了。我觉得好烦啊！为什么要录这一集啊？怎么又开始抽奖了？那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我们最后再讲好了，让我留点情绪到最后。不过最后会抽奖了，好不好？人数急剧上升中，浮夸，浮夸。好啦，我先讲好了。那大家看完今天，因为最后会抽奖，那有一件事情要先跟大家说：如果礼拜四没有台风来的话，礼拜四还会有一次的直播。那如果礼拜四有台风假的话，因为毕竟它北漂嘛，就是飘向北方，飘一飘的台风，你到底回不回来？那他万一台风真的不幸来了哦，那我们就会放台风假，那就不会有直播。那今天就会是，可能就会是你。最后一次在这个台看到我了，因为我不要讲，好感伤哦，我真会崩溃。就今天会是，如果万一真的有台风的话，万一真的有台风，那今天就会是最后一次喇布主持的开箱玩了，就会是最后一次。然后，实况呢还是会有其他的，我要哭了，居然不是玩恐怖游戏吗？要弄成这样，就我们要去美国啦，就这个台你知道已经开了两年多了，我还记得永远记得开台是8月4号，然后我们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台到现在。还是莫名其妙的台，不过再来会有一个那个啦，会有一个，我知道你们已经许愿很久了，你们每天都在助念说，快把喇叭换掉，我要妹，下个礼拜就会是一个新妹哦，是一个新妹哦，哈，是真的是一个妹哦，你们现在就很超值，对不对？赶快走，赶快走，升官了，不录了，对啊，好久了，真的好久了。天理不公，你才看半年，哈哈哈。好啦，我要去哪里哦？先这样讲好了啦，就是这个台还是会继续存在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支持 Xbox 的这个频道。那我也一样还是会有空，我就还是会上来跟大家一起。我没有跳槽去索尼，不要乱讲，不要这样乱讲我。然后我们最后再讲，我们先玩游戏好了啦，我不要讲再讲完，我等一下没情绪玩游戏。好，来了，恐怖游戏哦。我因为我今天很害怕，怎么？对，就进游戏吧。我今天很害怕那个，我很怕我今天被吓到，所以我今天偷玩一点点。我们要去美国微软，不要乱讲，你们这些人不要害我。我们等一下最后再聊这件事情，还在聊我要离开这件事情，我们最后再聊。我们今天先玩游戏。不会啦，我们又要跳槽啦！你们越来越扭曲这件事情了，我们要跳槽。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跳槽，好不好？我真的还是会上线看台哦。你们要是没有在台，你们要都没有看在台上的话，我跟你讲，就不要说。这图区他妈有够久，我已经聊了一段时间了，不是吗？你走了怎么办？我的 luck 呢？我怎么知道你的 luck 呢？我没有要去 PS4，你们不要一直乱讲。我居然也不重要啦。以后我觉得。还是会修度尾的，我跟你讲，很难得找到技术这么高端的实况组了，真的。还我崩溃的刘彭于晏，是不是？我就知道大家都爱彭于晏的。
来喽来喽来喽，我们最后再聊那个来，我们今天先认真玩游戏。其实我们也可以只聊天就好，因为我真的不真想玩这个。哎、欸，把你们的那个声音会不会太小？会不会觉得不够恐怖？声音要大一点。不会哦。以为是手机响。啊，我们要先拿烛台。啊，拿捡起烛台，捡起你的烛台来，照亮你。哎呦，点灯了。点灯是一个，我忘了是老三台一个非常，就是老的一个节目叫点灯。我发现我把自己声音关小之后就不太可怕嘞，果然关小声音是对的。我们要先把灯点起来。算，哎哎哎，不要敲，不要敲。先点灯，先点灯。到底谁会在这种房间里面还用这种蜡烛？那种大镜子，你妈这不是要招鬼，是要招什么啊？好，我记得前面没有什么太多会吓到的地方，所以应该还好。靠腰手机。啊，手机都没有那个内容啊，是要送的小朋友。你这昵称要删除了。这蜡烛效果超烂啊，妈有个崩溃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人还要遇到鬼都是自作孽啦，没事把家里弄那么大干嘛？你家里就不要弄那么大，就不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跑来跑去的。你就一看。你一个房间只有四坪大小，有机会闹鬼吗？就没有机会啦！哎，要弄那么大，又怕闹鬼。啊，闹鬼就闹鬼，做成游戏干嘛？哦，对，这款游戏本来是一个电影哦，它是电影改编的。这世界上有病的人真有多。对，住小靠房就不恐怖啦。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太暗了，对不对？我把亮度调亮一点，我是为了你们把亮度调亮哦，不是因为我看不到哦，哦，不是因为我害怕哦，我先讲清楚，因为你们看不清楚，所以我帮你们把亮度调亮，好、哦，这样好不好？可以接受这样的讲法吗？可以哈、哦，好，很好。小套房别忘了1408，哎，真的哎，史蒂芬金最近又很多电影上啊，像什么？黑塔、啊，然后跟 It 他，我好想去看他，我还没去看。我上半本要去看，但是因为上半突然就觉得累累的，就没有出门去看了。有人去看了吗？就是 It， 就是小丑那个啊。哇，好。其实我们应该要一边看文件才会知道故事。你看他翻译其实翻的蛮完全的，就连这个文件都有翻。健康与社会服务部儿童福利部，亲爱的黛西卡，怎么念啊？亲爱的黛西卡夫人，后面不要管。本信件作为一种协议，按克洛伊，根据提供证据，经克洛伊同意，我们很高兴通知你，我们将安排你与女儿的审判监护期。一旦同意，以周期，不，好，反正就是把女儿的监护权要回来啦。这，哦，好。点灯，不要吓我，我会翻脸哦。今天做我的最后一集，你还吓我，我觉得这就是很不够道义哦。好了，不要！到底谁在敲门？
我声音要不要关小一点？会不会太大声啊？不会，还好。还好是不是？就我才有大声。哦。自己那个声音自己控制哦，不要等一下看到一半，妈妈又来问你说你在看什么东西。虽然我们的声音不是那种这种的，所以，但就自己注意一下声音了哈。好啊，这个游戏从头到尾就是点灯啊，可不可以来一点恐怖的？吓我啊！吓我啊，笨蛋！吓我啊！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可怕的、啊，来啊！吓我啊，笨蛋！不是恐怖游戏吗？这边吧，然后都锁着。是灯点一点之后又会变不一样啊！依这个制作群的尿性，好像都是这样。哦哦哦！盆栽没事，不要乱摆嘛。哎，我迷路了，雪特迷路了。这是出来的地方嘛？哎，锁住了。当然怪怪的，是恐怖游戏啊！都点了，还是灯门就会开了？门还是不开、欸，我一定漏掉什么了。我们漏掉了什么？我们漏掉了什么？再插旗啊！再插旗，立 flag 啊！开玩笑。好怪哦！哎，我不知道怎么过啦，卡关了啦！哇！还是中间那边？我决定有什么我没有发现的，但我很重要之类的。这里有需要点的吗？也没有啊，这里也没有。你要是被我抓到是你在敲门，我就把你手剁掉。敲敲敲敲不停欸。还是这个啊？这感觉起来应该有什么重要性吗？好像也没有。还是我们有漏拿？我们有什么那东西应该要拿没拿的？也没有。哦，这里啦。点亮了，那这边应该还会有一个，对不对？还有灯没点到的吗？所以他一定得把灯全部点起来，对不对？我在猜。有没有漏掉的灯吗？大家一起看，一起看，一起找一下。然后还是不能开，我就真的生气了，干生气！啊、对啊，我们全点亮啦、啊，还是它会藏在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你看这边也都点啦、啊，这里又不能再过了。还是会出现在什么奇怪的，你知道？还在中间啊，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需要点的？哦，可以换东西，那这个咧？这看起来是个废物。
欸，秒卡欸，好难哦。有人知道这要该怎么办吗？有人知道吗？还是已经全破了？我像个智障一样哎、欸！有啊有啊，这边没有那个啊。这也不能走啦，你看门锁住了，表示一定是这边啊。我没有走错啊，只是 ，you know，I can find a way。Where should I go to go? And, you know, there is, I don't know where going go.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有炸，你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觉得这个有问题。然后，这可以干嘛、啊？油漆？这不是油漆吧？你血好难哦！往草一定不会是往草丛丢。羊宝宝们，妈妈回来啦，带了点心回来啦。绝不理我，不开不开不能开，你是大野狼，不让你进来。哎、欸，好，今天就玩到这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客气，你们真的好严格。快用念力推人，很难呢、欸，我要崩溃了。到底要怎么？你一款恐怖游戏，你就好好吓人嘛。啊，你该吓人的不吓，然后在这边弄这些解谜，啊也不会解，也不给提示，这谁解得出来？莫名其妙，超愤。也、欸、可以丢哎、欸，哦，可以转啦、啊。里面有东西吗？哎、欸，真的哎、欸，哦，血，原来如此。所以倒在这吗？哦，喂乌鸦。然后呢？还有继续长高吗？没有了。原来是密室逃脱啊！我们就这样一直到，搞不好乌鸦就会来了。无限饲料，帮我查一下，快点！天下的乌鸦都是一样的哦，天下的乌鸦都是一样的。哦，是妈妈的，不是乌鸦。哦哦，简讯来了，简讯来了。烧起来！你看乌鸦，乌鸦。
好莫名其妙啊！乌鸦可以干嘛？然后门开了，还是不开？什么 ？Look up on the windows. Where? 哎，这个吗？哦，这里也真的，真的。哇，好臭！你怎么知道？谁会直接要看那个上面、啊？还是不能开啊？攻略都说请看电影，靠腰。啊，开了，门开了，门开了。好了好了，要刺激了，要刺激了，要可怕哦！我是不会吓到的，人称南港吃大胆，台为小恐，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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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吓到吗？怎么可能？我是被你吓到。他抛弃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又想回到我的生活，期待我将一切都忘记，绝不可能。但他想远离我点，试着用他好工作大房子让我有一个大房子，还有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雪，看，这样拉哎、欸，哎、欸、亮了亮了亮了。亮起来、哦、靠腰啊，回到房间了。搞毛、哦、我以为有什么可怕的嘞。哎、欸，不对，我蜡烛熄了，我们先去点蜡烛。我的蜡烛花椅啊！哎呀，这刚刚没有对不对？没有。啊，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吓到我，我才没有那么容易受到惊吓的呢，我才没有这么容易受到害怕，这么害怕。我被你吓到，哈哈哈哈，这款只有简中的版本哦，这款只有简中。玩这个不吓到就不好玩啦，那当然是要吓大家一起吓啊。欸，我会不会在这里就一直走这个无限的回圈啊？欸，新地方，新地方。钢琴感觉就可以互动。大家知道我是就是音乐小王子吗？我主修声乐，你们想要听看看吗？就我可以唱给你们听，但大概只有今天最后的机会了。你今天没有听，以后就很难听到了。哦，想是不是？好好，那我们来最节目最后再来唱。可怜的观众。欸，有一个是在闪的耶，看一下这是什么。又一个儿童失踪了。哦，他在跟朋友玩敲门就跑的游戏。Shit，所以这是一个都市传说吧，就是不能玩敲门就跑游戏，不然你可能会被巫婆带走之类的这种都市传说。我猜啦，我猜的。我刚才以那个台湾小孔明的心思猜了一下，就稍微掐指一算了，没有用到很大的，哎，shit。
欸、他们干这啊啊什么？他干在这边哎、欸。密码锁，这感觉就是要解锁，除非找钥匙。哎，到底谁家晚上都不开灯的？超有事哎、欸！我先点灯。我、哦、这是什么？这是刚才同一个小朋友失踪的嘛，对不对？好。蛮心，你走失就算了，那你跟那个我不知道是虎姑婆还是什么之类的，就跟他讲，没关系，你就抓走就好，你就抵全部人，然后不要再回来这样子，好，可以吗？可以哈。哦，这长廊一定会出现东西啦，把声音开大一点点好了，不然我实在听不到声音。来来，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我来看一下、啊、Facebook 有没有讲话哈、哦。超怕。你走失关我屁事，对，真的、啊，你走失关我屁事啊！你就走失就走失，干嘛回来找其他人啊？我觉得这种人最要不得了，见不得别人好。哎、欸，好多日记哦，感觉这……哦，我没有被吓到，我没有被吓到。哎呦，我蜡烛嘞！我是一个吸毒者。好好，算了。哎，这感觉是会是一个关什么关键之类的。再来是他女儿吧，我猜。这哪里啊？靠腰锁住了，靠腰锁住了，锁住了，锁住了，锁住了。哦，没事没事，简讯啊简讯，不要怕。你们干嘛吓成这样子？我干。哎、欸、哎、欸，说好不吓人的哦。我们有啊，我们有啊，我们有普渡拜拜啊。好诡异哦。欸，这个房子里面到处都是镜子欸。谁会吓到啊？不就破掉啊？这种老招想要吓我。血里面变好奇怪啊。She is mine， 他说他是他的欸。这种小地方我怎么能吓到？失大胆。好，我们就不看日记，我们就当鬼屋走好了。
而且超多成就的，成就超好解。上路之前最后一次有没有要送观众？什么叫做送观众礼物？靠腰，不是你们应该要送我吗？你们真的都反嘞！最后啊，最后有抽奖，今天最后会有抽奖，成就爽片啊！哎呀，好恶哦！这是什么法阵吗？咕噜咕噜魔法阵，有人看过这部那个卡通吗？欸、后面有写字欸，后面是什么？Water from the well to cleanse the soul of the innocent。我看不到后面那个什么字 ，innocent 吗？嗯 ，she diverse， 就是那个从墙里来的，是 well 还是 well， 还是从井里来的水，可以洗净他的什么样的灵魂啊？好，反正就是应该是邪教的。好怪哦，这是雕塑像吧？应该不会动起来吧？好恶哦，超恶，好诡异哦！我觉得他们会出事，根本没有什么意，没有毫无悬念啊，这整个就怪到爆炸。到底谁会住在这种鬼地方？然后下面还有法阵的。是什么？不会动就好，不会动就不要动哈，不会动了就不要动了。有钱人学黑魔法臭了吗？臭啊，超臭！妈的，看谁说有钱可以学魔法的，好的不学，学坏的。啊！到哦，我觉得刚才是提示欸，就是要我去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这里锁住了，感觉又是个谜。那应该跟水有关吧？我觉得跟水有关。井水？就那边啊，前面这里有个井水啊。对啊，去找井水。这还有什么可以拿吗？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井水有关，但我要把井水拉起来，然后舀那个水嘛，对不对？应该是。我们先探索一下好了。而且这边都没有烛台耶，我真的觉得这很讨厌。他，这有一个那个，搞不好有一些线索。过去几天前线，克洛伊恨我，我不怪他，我试图补偿他，让他知道他已经不再是几年前不适合照顾他的人，让他们带走他是我做过最艰难的决定，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需要帮助。有时候即使现在当无法入眠时，我渴望另外一种方法，感谢上帝，我可以专注于我的工作。昨天晚上我花了数个小时在工作室创作最新的雕塑，我对这个概念还不是满意，但正慢慢成型。我只希望我跟克洛伊的关系也是如此。哦，我的声音真好听，自己讲。所以是他新创作的雕塑，哎。对啊，这个啊，应该是这个，我猜。但是你看，我应该是要把这个转起来，有没有？对啊。转转转，好运旺旺一起来。可以，可以转。哎，可以，来喽！哦，坏了。我觉得我是手抓你之类的。我一定会翻脸了。没有喷水，喷水。还有这，还有这，没那么可怕。不见了。
然后嘞，没了。哎，跑到这里来，哎，哦，它是一个法证，所以我们要收集的。你看，要有水，有这应该是把揪，然后这是风，然后这是蚊香蛙，然后这个是，变化种子，这是水系的啊，还是海草？对，好，所以我们要收集这个五芒星法证，就是太好了，看来我。转职成大魔导师这件事情也被发现了，哈哈哈！好诡异哦！这什么？在斯拉夫民间传说说，巴巴牙加、巴巴亚嘎有玩过那个吗？那个古墓奇兵，我们之前玩过。巴巴亚嘎就是一个老女巫，然后她会抓小孩。巴巴雅嘎，哦，所以他是这个是故事跟巴巴雅嘎有关哎，我去，好怀念哦，巴巴雅嘎，哦，这个好，这个好，我没有武器了，来啊，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哦。没事，不要叼这种东西啦。刚才是有转头，他是不是有转头？你看他真有转头啊！刚才真有转头。你们没有记得他开的方向，他要转头。不行不行，我们要用男子汉的玩法，没有太害怕的，男子汉的玩法。不要偷偷帮星光三月打广告！你有不知道你在板桥大圆柏吗？好好，应该没事，应该没事，走走走。不是这边，这里呀、啊，这里这里，我们回到中庭了。没有人喜欢，这整个游戏我都不喜欢。所以应该换这里了吧？又不是。走回头路吗？哎，我这。重新把灯点起来好了。这应该会开吧？你看这里跟刚不一样，哎，有人在那边。他谁啊？哎、欸，妹妹，妹妹，妈妈在家，妹妹。什么东西？我也会很可怕的。哎、欸，门打开嘞，切！好恐怖哦！
160P 为什么要啊？为什么你是 160P？ 好，这个是。感冒一定爱配温开水的爱配吗？这是什么？哦，这地图哎、欸，我们有地图了，其实没有很大、啊。可是我们一直在绕。而且我们快没有电哎、欸，手机快没电了。他刚才是被这里抓走的。哎，有人，有人，你们看到吗？你们看到吗？可是他一直寄给我，然后我都不知道那个。哪边啊？又回到房间了。哎、欸，有不一样吗？电脑。OK， 好不委靠腰啊。跑起来，跑起来！不是这，哎，是这，又回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不是这里。我一直听到声音呢，我靠腰。错觉，错觉。不是这里，应该又要上楼，是不是？哎、欸，这里还有，这里没看过。明天正常上班。明天一定的啊，台风还没来。欸，新的新地方，就是等下那个盘子一定会砸下来，你信不信？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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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被村子里所有人欺负跟霸凌，她一直很孤单，渴望成为一个母亲，并有一个小孩来爱和关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隐居，直到他想要一个孩子，孩子们总是和他恶作剧，敲他的前门，很快的跑开，据说这让他疯了。由于精神错乱，他与恶魔达成了一个交易，那个恶魔是巴巴亚嘎，做成这笔交易，那满足一个愿望，孩子啊，这样做他必须献身于巴巴亚嘎为他服务。当村里的孩子嘲弄他时，他会在门前放一个诅咒，对他们进行报复。这样敲他们家的孩子将会变成巴巴亚嘎的祭。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这故事是这样子来的。反正就是一个老处，不要这样讲人家，就是一个女生，她从小是被排挤、被霸凌。那这样这些人活该啊？为什么你小时候要排？为什么你要排挤跟霸凌她呢？他这是一个霸凌者的反击啊，那这故事好像没有什么。你不要等下被吓到。他说要拿一个斧柄把它敲开，那我们需要找一个道具，我们需要找一个工具。哈哈 ，Last laugh， 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哦，这边，注意哦。
好像就找到了，太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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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过功夫？我一直把它丢掉，冲它小啊！噗！不行啊，这该怎么那个啊？RB 哦，这真的是恐怖游戏吗？你们不觉得恐怖吗？还你们不觉得？看你们不觉得，你们好奇怪。像很恐怖的。然后嘞，大概不要得把整扇门都敲烂吧？不是，然后我现在要进去啊，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摆动，抓住。你觉得最恐怖的还是时空的靠腰啊？为什么卡门要喊 Here Johnny Here Johnny Here's Johnny 是什么梗啊？我不知道怎么过啊，这怎么过？无法过哎、欸，无法过。深蹲，深蹲下去捡肥皂。对啊，那可以深蹲吗？可以啊，深蹲啊。继续，然后继续看。哦，靠腰。干，这游戏超莫名其妙的，烦死了。打开了，哎呦，哎呦，米奇耶，米奇打工了，来这边。Oh shit！ Oh shit！ 瓦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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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爆炸，爆炸，爆炸，快跑！吓死我了！好恐怖！好恐怖！哎，我走一圈回来嘞，那再来去哪？哎呀，手欸，没关系，我现在斧头，我跟你讲，我现在用斧头最强。可是你刚还是被吓到
没被游戏吓到，也被我吓到。只有我吓到不好玩啊！一定大家都要吓到啊！要被我吓到。我想现在不能进去都砍掉，都可以进去了。好啦，不会再吓到了啦。我干，我随便说说而已。好恶哦、喔！哎、欸，里面有骷髅头哎、欸。但这个动画很粗糙哦，你是用 Flash 做的吗？啊啊啊啊！讲什么？太大意了，太大意了，我们太大意了。让我有防备就不好玩，你们的个性到底是有多差、啊？到底有什么毛病？这什么啊？嗯，感觉剑直怪啊。好了，应该可以走回去了。走吧，走吧。这点小动静是吓不了我的。天真，我岂是这么胆小的男人？好，又可以进去了。哦，先点火，先点火，先点火，点火，点火。哎、欸，又有斧头哎、欸，帅哦！你是说刚刚那个照片应该可以拿？我不要，不要烦我。哦哦！看，进不去耶、欸，它有一道像是结界一样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有个仓有哎、欸、有这个哎、欸，可是要密码，我们得去找密码才办法开。霸凌他不是你的责任吗？屁嘞！我都不敢看镜子。我不知道跟魔法阵有没有关系耶、欸。我们先往旁边走一下好了。就这镜子看起来就超有鬼、超有事的啊！哎，这里有一个门，可以开了，可以开了。这干嘛、啊？感觉应该藏有什么秘密吧？感觉可以打开。啊，这要把它摔破。摔不破，靠药。可以把它摔破吗？不行欸。斧头拿着就对了，有斧头什么都不用怕。我们是又走回来了、啊，哎，里面有个门，
哦，不要再进去了，刚才就在这里被吓到了，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哎呀，这里，这里，就这里，就这里。哦，没有，这我刚才被吓到的地方。这是不是新的啊？这个楼梯？哎，不是啊。我们又回到这里来了、欸。我觉得跟斧头一定有关系，因为我们多拿了一个斧头。哎，婴儿不见了！对啊，婴儿不见了。林克子长辈哦，不要随便吓人哦。他手上婴儿不见了 ，Baby 不要再哭泣，婴儿你到底在哪里？斧头会不会是祭品？斧头不会是祭品吧？婴儿这么 low 吗？台风跟台风架一起走远了，搞不好礼拜五会有台，礼拜四会有台风架啊！哎，新的门哎，好了，我们先玩到这好了，剩下留给你们去下下好了。今天先到这吧，然后我们来抽奖了，耶、yeah, ！抽奖，帮我开回原来的那个页面吧。九点要抽奖了，该抽奖。好啦，那我们要抽，哎、欸，要可口可乐拍出来，要付我钱哦、喔，要记得我们这样算工商哦、喔。来，怎么不尽责多玩？要尽责多玩一点。我们今天要送四组礼物出去，请我们的小助手上赠品。嗯，帮我拿一组上来。就是啊，每个人可以拿到一件衣服。那衣服有什么呢？衣服有这个，衣服有这个，你可以得到选择得到最后一站星环战役二的 HX 红蓝对抗高级典藏，很好穿，纯棉 100% T 恤，这是其中一个。哦，或者是你可以穿我从仓库喇布从仓库挖出来。十周年纪念两年前的事情 ，Forza 6纪念白 T 100% 纯棉 T 恤啊，就是你可以从这四件，我会随机发放这四件其中一件。好，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呢，抽到 T 恤还每人会再多送一个。这个最后一站士官长合集，怎么送都送不完，8G 2.0随身碟一个。好，一人会有一个这个。再加上两个没有诚意，再加上这个，这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外寄给我很多，送都送不完之一个小猴子，听说是 GTA 5里面的角色，但是我没玩钥匙圈一个，好，这是钥匙圈，一人也会有一个钥匙圈，真的送不完。等我一下哦，我把它粘好。
会被骂吧。好。再来是这个，现代人工作压力大，老板不听话，小孩爱翘家，老婆跟人跑，同学不知道，只压力发泄球一颗，也是 GTA 5的 哦，也是 GTA 5的 GTA 5的压力发泄球啊、哦，心情不准，不开心，被当掉，没加薪，压力球，就拿来这个，一人会发一个压力球。丢我？怎么丢我？你是哪一个来着？我不用拿到四颗啦，只要看其中一个。在这个是一样是 GTA 5，它这是某一个吧 ？The robot in the Great Britain in the Great Britain the robot in the Great Britain Great Britain 我没有玩这游戏，所以我真不知道。那的一个，这很可爱哦，这也是一个随身碟哦。然后它是几 G， 我帮你看一下，它是大 G， 不是，它是八。哦，它也是八 G， 而且这很可爱，这真很可爱，这真很可爱。你们真够大整理，对不对？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会这样送。然后，而且这是纯铁质的哦 ，T 下走的哦，你现在这样 T 下 key 给。你如果不缺随身碟，摕去庆当卖掉，就会好诶，真诶哦，等你了呢，真诶哦，这是高级随身碟，铁质随身碟。你看你刚刚有8 G 加8 G， 你现在有16 G 随身碟了，高清5码片可以装1到2支，真的好。我是说电影，不要乱想，以及这也是一样是 GTA 5哦，也是 GTA 5哦，这是。这个东西叫做现在刚进秋天，准备过冬，所以要运动，好好瘦身。瘦成南港彭于晏之，好用好用，凉感水壶一个，哦，这是水壶，然后它可以这样拉开。如果你有需求，需要我先帮你先喝过一次有我的味道，可以在聊天室说，哦，我就可以帮你做到这个服务，但只仅限今天，只有老客户才有。废话一大堆，开车就对。有含南港彭于晏签名吗？要也没有问题，想要签在哪里哦都可以跟我讲，一样私讯老客户拨专线哦。还有吗？没了，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而已。你还要吗？我想要还可以送呢。哦，我还想到一个大家最喜欢的游戏，大家最爱的游戏，你们猜一下我要再多送什么游戏呢？帮我拿那个铁柜里面。哦，这个。对。有人猜到了，大家最爱的就是 Ori。 回看现在 Ori。 哇，你们真的好聪明哦，还有 Ori。 还没过去，来听便当，欧米很多张，我只能送四张，这样够了吗？有没有觉得很澎湃？有没有觉得很澎湃？每次不想送就对，已经出来三了，一整天，这都送不完嘞、欸，我也很痛苦啊，都送不完，我妈超想哭的。还有什么？我再帮你们想想，我办公室还有什么可以送的？因为你知道我真要走，我没有东西没有清完也很麻烦。嗯，士官长送一个啊，那个好，来，这个是新的，这是新梗，它有几个？有四张吗？有一张用过，蛮用错就用过没有关系，这个超棒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绝版。这个真的绝版哦！
这个再也不会再版了、哦、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荣誉的象征，你以后出去就把它绣在你的衣服上面，绣在你的衣服上面，然后你的衣服上面就会有这个 logo， 记得 Noble 小队吗？ Hello Rich 金致臂章一人一Hello Rich 哦，这个很有纪念价值吧？ Hello Rich， 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老者，哈哈哈哈哈！干超想要，有人说超想要，哎、欸，这个超珍藏的、欸，哎，你妈，你现在要去？买不到哎、欸，这很厉害哎、欸。钥匙。好，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然后。有尺啦。尺不行，尺不够数量。是有四个、啊。然后，因为我们有雷蛇好朋友嘛，有雷蛇好朋友小兔仔，空拿奖品就拿几分，好久。你们现在赶快要讲话哦，因为现在我已经在统计名单，要讲话才有机会抽到，讲话才有机会抽到。你要讲话，记得讲话哦。不耐烦离开你们的那个，你们的那个抽动几率就更高啦、啊。雷蛇会发光，金钩锥很可爱，钥匙圈，哎、欸，这很容易掉下来，所以你拿到时候要小心哦。雷蛇的，这雷蛇独家友情赞助，好，大家开始讲话，开始讲话啊、哦。然后呢，刚刚的东西就是我们会抽出四个，那每个人一人都可以拿到一组，就一整组。哦，那就甘心啦，一整组，哎呦喂啊，真的，我就很难看到有这种机会了，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好啦，登场的钥匙圈。好，现在时间是9:11，那我们9点暖暖就甘心，我们9:15抽奖，还有4分钟的时间，好不好？4分钟时间。那4分钟间，我就跟大家好好来。你们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个意思。看得懂这意思吗？不是调情哦。我看线上有没有知道什么意思。不是谈内内，不是搓奶头，低级。南港彭医院的签名照可以附一张，你想签在那个哪一个东西上面都可以。这个叫谈心，这叫谈心，这是心，有没有？心要怎样？心要这样子，然后谈心，啊，懂啊？好，学起来，学起来，以后你可以这样，就是以后你跟女生就这样谈，你就说你有以后我教你们心仪的女生，就说哎、欸，那个譬如说某某同学，我们像哎、欸、某某同学，哎、欸、某某同学，就这样子，他就懂了。他就懂，他就会啊，彭于晏想跟我谈心，好害羞哦，这样子，你就这样，你就看到他就这样。你们说是找同志的意思、欸？屁啦，不是啊，谁说的？大家都这样讲。哈哈哈哈哈哈！傻小，快不想被揍，因为这样显得也废话时间。你要不要抽签名版啊？抽四张。叫我滚！好啦，那我要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呢，他在公大笑。好啦，还有3分钟，大家赶快，你要随便聊一下天就有机会了，好不好？欸，大家还是要继续追随我们的频道哦。那因为我很怕礼拜四会放台风假，就没机会跟大家说了。不过我还会再出现一次，那我再出现这一，我还再有一集，那一集我就会把这整个，因为下一集就会有新人来了，然后我实在也很不好意思在有新人的时候讲一些感性的话，因为我觉得很难为情，所以我就现在讲一讲好了。这边有未满18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我再来会好难启齿哦，应该到底要该不该讲啊？好啦，反正就在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女生叫秋秋，那大家可以去搜寻秋秋秋 Q
QQ 怕 QQ 生游戏，哭哭生游戏啊！对啊，秋秋玩游戏是吧？他叫秋秋玩游戏吧？我看一下，对，叫秋秋玩游戏，去搜寻哦。秋秋玩游戏，那之后会是秋秋来，就是成为女版的喇布，但可能没有我这么崩溃，跟这么的喜感又那么帅，很难。我觉得这种就是几百几千万人才会出一个，所以，但是秋秋也是一个哎。会玩 FPS 的妹子真的不多，她是会玩 FPS 的妹子，所以很厉害，大家要继续支持她，好不好？然后，士官长赢一次，狂厨士官长，狂厨士官长赢一次就好了，然后，因为就是。我会到我必须这样讲，不管我在哪边，我从头讲好了，这样因为其实我们这台开两年多，那我从一开始会到 Xbox 这边来的话，其实我在微软已经四年五年了，已经五年多了在微软，我看是死赖的不走就是这样哎、欸，对啊，然后我知道有跟比较熟的玩家都知道，其实我们从第一天到我从第一天那边，我就一直告诉自己，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品牌，我很喜欢 Xbox， 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我的方式，然后透过官方的力量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认识 Xbox 这个牌子，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喜欢我们也喜欢的东西。所以即便我再来会离开，就是会离开这个位置，会离开微软，那我还是永远都是 Xbox 的粉丝，你们也永远都要是 Xbox 的粉丝，好不好？那我希望大家以后可能会是每个礼拜二或礼拜四其中一天播，就剩一天。然后换到手机部门，哈哈，靠北，不是，不要乱讲，佑轩，你不要乱讲。然后我去做什么不重要啦，就是但是我们还永远都是支持 Xbox 的人。那未来秋秋直播我有机会也是会回来，那我们下一次直播就会遇到秋秋，好不好？那我也会见，就是大家也会好好可以好好认识他，不是说不离开吗？那什么跟耐心的，我没有说我要做好做满乱讲，但是我必须说我自己也很舍不得啦，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台从没有到现在，然后我们一个人开始做，然后有人跟着做，我们又不像隔壁一开始就有钱可以去撒麦卡贝，还趁机攻击人家，对啊，然后我们也做过很多，我知道有，我们不要去 PS 啦，就我去哪不重要，就是如果我先这样讲好了，趁机偷发呀，如果你真的还想知道，继续我因为我未来还是有机会开台，那你可以到我的实况台去。好不好？我可以到我的实况台去，或者是说呢？你觉得单纯这样还不够？你想要好好的追随我，没关系，我也为了大家这个离开的这一天的时候，我也创了一个粉丝页。哦，我也有粉丝页哦。会，我会开始更新的，我会开始更新的。你又想跟没抢一样，又创一个，没有啦，好啦，就是我之后也许我觉得不适合在这边讲，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这是一个我很珍惜的台，因为我们在这边做过很多事情，然后我们也是第一个在实况台，就是边煮菜边玩游戏的人。有人突然敲我，哎，他是叫我不要再讲这种屁话了。才不是！所以，我们也是第一个在就是实况台，你知道煮菜啊，然后做出的狂厨士官长，让我觉得狂厨士官长真是很棒一件事情，就大家让大家很多的不一样的人认识了我，然后认识了 Xbox， 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还没要抽吗？很急的抽，哎！哈、我讲完了，让我讲完了，我们现在两分钟，让我讲完，大家赶快刷，赶快刷，让我先讲完。所以我必须说，这是我很珍惜的一个机会，很珍惜的，也当然是老板他们很照顾我，也很支持我做这个事情。那
我不希望因为我离开就让这个台消失，因为我们真的经营了一阵，即便我们现在要走的还是只有47个人。对，那所以大家一定要让他继续持下去，所以之后一定要支持秋秋，好不好？那对，我真不敢讲太多，我都会哭。好，我们先来抽奖。不要哭啦。我们现在抽奖嘿，抽四个人哦。按十不能按十次啊，只能按奇数，按十按偶数会不见啊。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四个人请用私讯的方式把你的姓名、电话、生辰八字还有家住哪边都留给我，我才有办法把东西寄给你。好，记得姓名、电话、生辰八字还有家住哪边，好，记得留言给我们，那我就可以把东西寄给你了。这样就爱我，干你这现实鬼，你他妈的你这现实鬼，趁妹夫超骗肥财不用，生辰八字，哈哈哈哈哈哈，不看，是要帮配，我会帮你看，我会帮你看那排紫微斗数啊，看排命盘嘛，嗯，哦，你今年若是无买 Xbox X， 会出代志哦，爱记得爱记得买吼，嗯，哦，这真严重。哦，那个 Xbox 是来帮你挡煞的，一定要买一台回去在家里拆勒，哦，就挡煞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子。七飞问八字的命，好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你这墙头草，哈哈，当了一年半的本母，哎，三 C C 你也中过，好不好？X 的话是11月7号会发全球同步发售，哦，台湾也会同步发售。那最近应该就会公布一些消息，大家要继续锁定 Xbox 粉丝页跟Twitch 的实况台。好啦，有人问你什么私讯？算命啊。算命。算命阿布。要怎么私讯啊？怎么私讯哦？可以有 MOD 可以教教他吗 ？MOD 教教他好不好？好啦，那我要讲最后我就做个 ending 吧，就是啊，我真好舍不得哦！不要哭嘛，我们更舍不得你。接班会，下一集就会是接班。那因为我很怕我下一集没办法讲到太多话，因为我们不能够这么失控，因为毕竟有人。那我必须说谢谢大家啦，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的人数并没有到非常的成长非常多，那其实这一年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不止一年，这两年我们做很多事情。那我们也成功办了一次的实体活动，然后做了一三的直播，做了一个一三的派对，然后我们也弄了一个别人没有做过的节目，就叫狂厨师。我还要讲狂厨师馆长，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好快乐。空厨馆准备起来真的他妈超累，你知道要买菜，要租衣服，要写脚本，然后还要煮菜，然后每次弄完就一整天时间，该要花两三天时间准备它，然后弄了就一整天录完之后，然后就干又输，就很干。但是我必须说，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做实况做的非常快的一段时间，就是虽然很累，但你就会觉得很满足，就因为还有那么多人在线上这样子，那么多人在线上，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狂厨本来真的有第二期，我图都做好了，就是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给你们看图，狂厨真的本来有第二期，我就偷偷把图放上去，你们看 Twitch 的主页，
但是这不会成真的，就它不会出现的，因为我要走，我给你们看图好了。我新图都做好，虽然有人说很像天堂二啊，靠腰。接班是正没忙就忘记我了，靠腰。开始欢呼啾啾，妈的超垃圾你们这些人。有没有看到那个图？我把它放到那个 Twitch 的页面上面去，但这不会出现。有哪些公点？我本来就一个很爱哭的人啊，就是不是那个。然后，啊对，我可以让你们看，它这其实长这样子。黄厨士官长二，本来我图都做好了，而且是一个红蓝对抗，然后我们有更多的新的梗可以玩，但也许有一天啊，也许有一天他会用别的方式复活，也许有一天，好不好？也许有一天。后面只能放遗照，哈哈哈。礼拜四，因为礼拜四没有台风假，还是我还是会在，然后我们就会有新的人，然后我们会交接这样子。对，另外我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还可以的话，就是可以到我还会存在的地方了。我如果有时间，我还是会尽量看能不能开实况，跟多跟大家互动这样。我也不希望我们的缘分就仅止于此。哈哈哈哈哈！对啊，因为，不要难过。The Week of on Xbox 翻译还会有吗？要看接手人会不会继续做啊。其实很多东西就会可能会。我必须说，我们的团队他们非常认真，然后会把很多事情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的离开而少了些什么。那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可能会离开而不再支持或是不再关注。那其实我相信就像，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支持这边，真的。我也是，我让一日 Xbox 人，终身 Xbox 人。我也不会去 PS，你们放心，我就不喜欢日系。这样讲我们也不太好，因为我再去的那公司是做日系的。对啊，然后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现在好像《玩具总动员》的结局，最后的玩具都被留下，Andy 都长大了，我好难过哦。你就不要离开我们嘛，对不对？蛮难的吧？多年以后我又胖了，哈哈。还有一个就是南港路上，可以，南港路上面那碗常去吃，还是遇到我。好啦，那。有缘我们会在这里，好不好？希望大家赶快卖一下我的粉丝页跟那个 Twitch，赶快追随，这样樱花可以看到我，有没有觉得很棒？粉丝也可以继续垒。好，还好没有哭，好，我害怕会哭哦，还好没有哭。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礼拜四还是会有直播，礼拜四还是会有直播。好，那礼拜四没有台风就会有直播，有台风就没有直播哈，所以有台风就不要苦苦的苦守寒窑了。好，那不要忘了，每个礼拜二或四，下礼拜四会公布，或下礼拜二会公布。每礼拜二或四晚上8点，Xbox 台都还是有非常精彩的时光会等着大家。
那我们下次不会见，哦，我们下次还是会再见你一次，好不好？那我们下次见，好不好？下次见，拜拜。说啊说，不等一下吗？嗯，可以说，可以说。